是不是学佛、念佛号，就一定要持斋如素啊，持戒如素？有没有变通和渐进的方式？这个学佛念佛不一定要持戒，也不一定要吃素啊，这个也一定要懂得。但是孝养父母、奉事师长，这个要做到。如果说不孝父母、不敬师长啊，这样念佛呢是不能往生的啊，这样念佛是不会有效果的。